年夜饭一定要学会这道蒸蒸日上，简单易做零失败，寓意团圆美好，事业蒸蒸日上。学会了，人人夸你是大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苏，1340求关注。首先准备三袋玉子豆腐，从中间切开，就可以完整的挤出来了。然后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厚片，围成圆形，摆入盘中，放在一边备用。小碗中打入3颗新鲜的母鸡蛋，加入1小勺食盐入个底味，还可以增加蛋液的凝固。用您发财的小手把蛋液搅拌均匀，然后加入2倍的温水，再次搅拌均匀了，使蛋液和水充分的混合均匀。用勺子撇去表面的浮沫。酱蒸好之后，光滑又细嫩。然后取出丁形的小碗，把蛋液倒入豆腐中，盖上一层保鲜膜，防止蒸的时候水蒸气滴落。用牙签夹上一些小孔排气，放入笼屉中。水开之后，上锅蒸上8分钟即可。时间到了即可关火，使用温开水蒸好的蒸蛋，光滑又细嫩。蒸好之后，放上一些孩子爱吃的虾仁点缀，1勺葱油激发出香味。最后，我们再淋上一圈蒸鱼豉油即可。如果你也喜欢，就收藏做起来吧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、团圆美好、事业蒸蒸日上！